欢迎大家来到芥末的桌面，今天芥末与大家分享的是来自 MST 的 EX Mandel 素体的水瓶座卡妙。这一次的水瓶座真的是押宝押对了啊，在万代重生水瓶座之前出场了，可以说是分量感十足了，因为它的无论是这个素体还是圣衣的组合度来说都是空前的不错啊，甚至比 24K 金的配色芥末在组装的时候感觉还要好一些。腿部的组装非常不错，就像吃了石板豆腐巧克力一样的丝滑，手部的组装同样如此。组装完手部还有腿部之后呢，我们来组装腹甲。这次腹甲依然是采用的无卡扣的处理，利用胸甲还有腰带甲就可以把腹甲固定的死死的了，大家在将来拆开腹甲的时候也不会因为扣太紧然后导致漆面的脱落。 OK， 接下来腰带组装完成了，让我们组装裙甲。裙甲组装都非常不错，稍微大家注意一下，把这个 C 扣调成90度就可以很快的安装上了。装完裙甲之后，我们来组装胸甲。胸甲这里呢，组装完胸甲直接组装后盖就可以了，因为披风依然是采用新式的一个披风设计，铁环穿过 C 扣就可以固定在肩上了，还原度真的是十足了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组装头雕。在头雕方面呢，这一次我们以这个冰河作为主要的展示对象。冰河的头雕是调整了很长时间才进行出货的，所以说在头发等各个细节的组合度都是非常的不错，面雕的刻画锐度也是非常的高。这款来自 MST 的水瓶座卡妙可以说是目前芥末在玩过的 EX Metal 素体的生意神话当中组合度最好的一个，接下来是360度的展示时间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给我一个一键三连哦，拜拜。繰り返されるバトル。